天气蛮好的。到那里的话，我下了挺大雨的，走到大概10多米的距离的时候，他已经到了最左侧车道了，就是说他是从我右边过马路到左边，是路过那里，然后看见那个老人家已经过了马路了。那个老人家是从这边马路走到中间的绿化带了，然后他从那里被那个老人家打伞，然后他一直这个车一直往后退，就一直追着那个老人家一直往后走嘛。那个老人一过了马路以后，他就自行离开了。那个小伙子也看了马路，也准备离开嘛。感动的话是有些感觉老人比较可怜，夜间11点半，一个正常家庭，要么在家里面看电视，要么早已经睡觉了，不可能露宿街头的那种感觉。